北宜公路二十七公里处，然后有一台重机自摔。先坐着休息一下，坐着休息。谢谢。先不要乱动。要不要先坐着？先坐着。对，先坐着。有撞到电线杆吗？有。OK。不会，你先休息，不要乱动。他说有撞到，哇！我觉得要叫个救护车哎，我们叫个救护车吧。这是几 K 啊？我叫个救护车好了。哎，姚大，这是几 K 啊？叫个救护车给他。这个是27吗？这个是写27吗？还是？他去看这个是几公里处？27。我刚刚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你摔了。喂，救护车。北宜公路二十七公里处，然后有一个北宜公路台九线，对，27。有一台重机自摔，一个人受伤。对，是。27。对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你有保险吗？因为有保险的话，可能要叫警察来做那个保险。你说强制险，就看你需不需要警察来做个记录。应该要。看医生。救护车已经叫了啦，救护车已经叫了。好，刚看到了。我没看到，地板太滑了。刚刚我们上来有几个地方也超滑的，还有湿湿的。是朋友吗？车子可能就要
看要怎么运下去了。这个有在漏那个，就没有人帮他擦药啊？没有人要帮他擦药，没有啦。其实他没有，他是去撞，他撞到电线杆，那个不要去动他，因为你不知道他里面怎么了。你可能过去就直接脑麻了。他还在挥手。他还比赞，他还比赞。对，他以为我在。刚刚。我刚看他骑上土堆。对啊，就上土堆，然后撞了，太快了，他说他骑太快。结果他没有人帮他拆嘛。没，查克不在，差别待遇。没有啦，我说人家有撞到电线杆，搞不好哪里断了，我们不要动它。对啊，哎，他长裤擦个毛。他站起来了 ，fuck。没有啦，他坐着的。哦，小心。这一段真的是高速弯哦。这边哦，也不能说高速弯嘞，我这边都不会很快啊。这边之前有一个事件，有一个脚踏车要出来，然后机车骑速克达去撞到，烧起来，没有，就在这里，很可怕哦，因为这个就是暖心骑士弯啊，不是吗？这个就是暖心骑士弯吗、啊？我们上次就在那个红色牌楼回转的、啊、前面啊，哦对对对，这个弯也太邪门了吧？对，最近的，哎、欸，这个小心一点哦。过来看到姚大，我一过来看到小伟正好站在那个摔车那个地方，我以为是我摔了，因为我看到是姚大，我以为是你摔了，因为我看到是姚大在指挥，你知道吧？那臭小伟这么嚣张，终于是，哎，没事。干嘛？梦想差点成真，是不是？是小伟啊，这姚大姐姐，不敢再估了吧？姚大可能是不会指挥交通，哎、欸，来，哎、欸，大家我姚大来看小伟一下挡门。哎、欸，顾伦，你不会挡到视线吗？哎、欸，差不多了，在这边。嗯，对，所以在估之前，视野要放非常的远。明白。我想最靠腰的是别人回去说干男生就不擦腰，希望不会。因为不会了，那个那时候就有人骂我们说我们不应该去动它。对，放飞镖。希望。啊！不要！这手机没有，刚才录到了。你要弄亚当吗？不管你怎么拍，他们都会骂你。把包包放下。那救护车好慢哦。我今天要去吃你们那个什么猪肉饭，那个很好吃吗？咸猪肉饭好赞哦。OK， 试试看。哎，小杰今天不上来吗？他今天去高雄找他的妹妹。我去把我的店门关起来，我怕没电。有什么外伤吗？因为我有医护包。小擦伤，小擦，其他都是撞到。所以应该还好。不过还是不要乱动的好，因为不乱动，有时候真的感觉不到。是打滑吗？对，旁边打滑，压到旁边，就是有点小外抛的。哦，冲太快了啦。嗯，这个弯很烫，其实现在地也蛮湿的。前段地湿湿的，嗯，超滑的，没有行车记录器齁，没有，这是租的，哦，租的、啊，哇，哎呦，这台好帅，这一次比较慢啊，对啊。救护车已经叫了。
警察来，那我们应该可以去。这边还是要有人交管一下。应该还好啦，警车停在那里，不敢太快。哎，叫他们先帮我们点四碗咸猪肉饭。那我们就先上去哦，有什么需要再跟我们讲。感谢。不会，辛苦了。